我想要。他羞辱我，兄弟们，他羞辱我，我怎么办？我要如何的反击，兄弟们？来来来，给你，来给你，来来。好的，我想要把 M4 呢，我现在 M4 压的可准了。你什么枪？我现在是 Scar。我把我的给你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真好。这个我就给你们留着吧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好了，真好，真好，队友真好，对我真好，可以。这边好像被搜过了。你们不觉得有时候，其实我跟那些黑粉怼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嘛？只要我自己不认真，就很有意思。开玩笑，我脑子转得快呀！以后要把跟黑粉怼的时候作为一个项目，作为一个节目，挺好的，真不错，只要不认真就行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下把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团团，不可以。为什么呀？一把好可惜呀。因为我要去匹配路的。我跟他们怼。好吧，好吧。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不怼。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我就不怼。就不怼黑粉了。我心情好的话，我就怼一怼，还可以。不过有时候女孩子的心情真的捉摸不定。这一把玩久一点嘛，没关系。这一把玩久一点嘛，争取吃鸡。这把如果我们吃鸡了，如果我们配合的好，我下一把就再来你们打一局好吗？你们是三排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是三排呀？我跟三号是两排，四号。哦。我是个孤儿，我是个孤儿。哦，你为啥是孤儿啊？没有人跟我玩。为啥呢？因为我比较菜吧。但是你声音好听。难不成像我们这种声音好听的都没有人跟我们玩？我也是个孤儿。为什么521你们不出去约会，在这里打游戏啊？你不是跟别人？你也是呀，对啊。我是上班啊，我在挣钱啊。我是不是扎心啦？看一下标点有没有停车。我好像有一点点扎他们的心啦。有推进吗？算了，我不说话了。我再这样说下去，可能要不得了了，要。不能这样说话了，天给我聊死了。我们打圈边吧，我们找个地方打圈边吧，圈中心打不过。防区没人就踩了呀。就踩这个三号防区吧。先上山看防区有没有人。好的。教堂有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如果谈恋爱，其实我也不喜欢过节日，因为我觉得天天就是老是过节日，
挺累的，而且每次过节的时候出去其实都不是很好玩，一般过节的时候外面人都特别多，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过节的人，越节日我越不喜欢出去，然后我也不爱出门，热天也不爱出门，晚上出门，我比较喜欢晚上出门，就我喜欢就是天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之后，然后再去约会，这样比较好，因为白天实在是太热了，晚上凉快一点，对吧？等我谈了就喜欢了，不会，四倍镜不拿，哪里有四倍镜？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我以为我有四倍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子都会这样，因为就是白天的时候，其实白天其实出门不好，女孩子就应该就是那种天色暗的时候出门，因为你知道吗，自古美女都是逆光，你懂我意思吧，不能正对的光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你在那种大太阳的时候出门，那个阳光就照射在你脸上，你脸上有什么瑕疵都会被看到。如果是晚上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吧？晚上就算，哎，就是那种自然的都很好看，都不用怎么化妆，贼好。不去夜店啊？为什么晚上出门就一定要是夜店呢？六七点出去吃个饭，然后一起散散步，它不香吗？去夜店还能谈恋爱，你们俩还能聊天呢、啊。你是谈恋爱的，又不是去艳遇的。谈恋爱肯定两个人要聊天什么的呀。你不可能谈恋爱，你们两个谈恋爱去夜店玩吧？酒吧有啥好玩的呀？两个人聊个天还要喊，等一下，屁股后面来人了，还要顾喊的，然后叫的那个耳红脖子粗的，真的还听不到你说啥。喂，你说啥？我喜欢你。这多难受啊！没有男人，你说对不对？太难受了。哪里来人啦？他们停车，好像想停车。大叉。啊，倒了，别过去，倒了，被下面打倒了。回去。倒了，他被下面迷你吹倒了。回，赶紧回。可惜了呀，这一队为什么不开进来给我们杀呢？为什么不给我们杀，要去给别人杀呢？成为我们的人头不好吗？这个教堂的人好讨厌啊，一直在这边打。注意左边山上。小心标点、啊。谢谢猫喵欠猫喵的告白卡，谢谢。躲在这里。这山上应该打不到我们吧？我趴着他应该打不到我。左边上来人了，小心点。来人了。
跟团子谈恋爱肯定会无趣。卡一下左边山。你放心吧，你跟我谈不了恋爱的。他们要贴心辩护往我们这边撞呢。小团团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全是狗，全是狗呢，为什么不找一个呀？我绝育了。我之前老刷了他跟陈死狗的那个视频。他们往，不要脸不要脸！你又不是小猫咪，你怎么可能会绝育？我绝育了。应该是公猫绝育吗？母猫也可以绝育。小一点，那三号点有人呢。别扎了，是骗人。三标可能是水友吧，那怎么办呀？哦吼，咱们车还是好的吗？我保着的，好的。怎么还有水友能匹配到啊？四排都匹配到了。啊哦，啊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总不可能组队吧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不能组队呀。组队会被封号的。过来给我送个六倍。他在跳舞，我想秒他。我也得想打他。你不打他，被别人看到了，然后举报了就会封号。那打了打了。还是不要组队了，自觉分开吧，这都决赛圈了，其他的队都听到你们打暗号了。不在圈了，他在圈边，他可能要撞。然后被发现被举报号了，我就不没办法了，我就可能是。让他不要冲我们呀！我可能就是。让他冲我们，我缺东西。他们走了，让他们走吧。可以往右边山坡踩一点点，小心左边啊！左边教堂可能不在了，不知道教堂去哪了。绝地求生通用暗号。等你。嗯？在脸上。我先回来，就是那个山上那一队。啊，山上那队没必要过去，不好打。我给你们标个，在那个坡下那个树后面。好的好的。我还没看到人呢，我。堵不了，右边，我从右边。啊！到时候开始撞他。我一出去就挨打了。前面有个空投。哦，这个人可以杀。哎呦，谁在打我？嗯？屁股后面山头的水又开始打我了。可以，他们没走吗？他们还在我们屁股后面，好像是从屁股后面打我的，但是我还没看到人在哪里，没找着。还在标点山，他们就在那边，不然的话弹孔。把他踢出你的直播间啊，他会看到我们的。你只要能让我找到，在直播间找到他，我可以贴。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大哥？
你是个妖球。感觉我们应该要嘎了，差不多该嘎了。我怎么没看到这边的人呢？他是在哪里打的我们？只有这里能打到，但是没看他露头啊。我一打他，他就不露不露；我一打别人，他就露。哦，他们要走了，他们要清坑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一号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俩先进就行。你们先走，我这边圈边还有人，我再圈。我看到，不要点不要点，两个三个人。啊，不要点打不动，算了。对他们没掩体，我可以打，但是我怕被秒。那你打吧，能打就打，有点怕。啊，这边开车去接他们啦。右边贴人了。右边向你贴。哎呦，这地方不好，不妙不妙，好像我不能过去了。药物接驾了。这水友别跟着添乱了，水友，别添乱了。什么？打包打包，还叫你宝贝呢？宝个锤子的贝，占我便宜。人挺多，能给左边压力吗？给四号点压力，我想踩上去把他打了。等一下我。左边他们不漏啊。他们跟乌龟一样。四号有闪，给我几个闪，我雷。下面防区在哪里？攻击道具吗？有攻击道具吗？四号，什么？我有火，你要不要？没有，我只有烟雾弹。我脚下有火，快拿快拿。这个房区还在圈吗？好像还在圈哎。这右边的人感觉离我们好近，可是我们又不能压上去打，压上去打就会被左边的人打，然后左边的人又出来，他又尬了那个边。尴尬。上不去，一上去就要被左边的打。哦喽，算了，先不着急，稳住。反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要没在圈啦，怎么办？我们要没在圈了，兄弟们。他们也不在圈，但是他不让我们走呀，好烦呀。这水友开始讨嫌了，他们开始讨嫌了。刚刚还跟我们打信号的。两个，现在就这样了。哎，果然这个世界上的水友就没有一个东西是好东西，感觉匹配我的都不是好东西。右边人头，看这多讨嫌！我去跟着四号冲了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，先给他封几个烟。左边，哎，不行了，哎呦，真的走不行了，少走吧，两边不是人啊。四号为什么死不了？我被打的要死，我去救四号，结果我被打死。哎，我操！丢闪丢闪。早知道我不去救了。
终归还是要死呀、啊。我也跟小春春玩。算了吧，你们不会聊天。